Hello 啊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今天视频，我是俊言啊。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第一视角啊，好久没有发，大概有一个月没有发这个第一视角了啊。然后今天也是直了一会儿播，然后刚刚又玩了一下。刚开始玩的时候啊，前几个人杀了是被那个队友说了一下啊，他说什么多菜多菜啊，然后接下来这边就开始来了啊，虽然还是有点水但是呢这种情况下还是强弱的干活啊，有没有六连杀一v七啊，有没有刚好这一局啊进去就一直杀到最后吧啊，杀到最后然后直接是赢了啊，好像杀了也不多，杀了三十多个吧啊，但是也属于是怎么说呢啊，队友也不是特别菜啊，反正也就属于那种有点强弱的节奏啊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比较精彩的片段啊。这个队友说啊，这个太夸张了，打了啊，他也意思在说我是外挂啊。不过那后面有一段确实是比较夸张啊，有那个手枪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手一抖啊就打成那样了。好啊，然后这个以后啊反正啊不定期这个直播吧啊，你们大家可以在那个 TG 啊，也就是这个龙叫什么直播来着，龙珠直播啊，这个搜我的这个 iPad 名就可以了啊，搜我这个名字俊言哥啊就可以了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啊啥的啊。好啊，然后我的鼠标啊还是 1.1 啊，也是今天是刚刚换了一个啊，之前用的原本白色啊，现在换成这个蓝色的啊。出去了。之前那个可以退休了，这个用的时间也长了啊，这给这也换一个新的，感觉手感非常的好啊，手感非常的好啊。然后今天也是白天直播啊，跟一些粉丝也是玩了一下午啊，然后也没有录视频啊，晚上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拍大师开了一下啊，可惜的是我开的时候忘记看了啊，录成这个高清了，没有录成超清的啊，等我录出来才发现啊原来是个高清的啊，但是也不影响观看吧，也不影响观看啊。啊好，这个视频差不多就是一个无剪辑的，这个我也反正也是比较菜啊，如果说这个接下来有时间玩游戏啊，也会给大家多出一些这种的，就是第一视角啊，这个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口味啥的啊。以后可以说打到镜头就可以发啊，好，这又是打了一个背身啊，这个我都跑到后面还不知道啊，好，然后我的这个外设店是这个 FPS 俊言点 tumblr.com 啊，这个有兴趣的朋友过来瞧一瞧啊，是有外设的，当然非常推荐的这个外设就是这个鼠标了 L1.1 啊，也是怎么说呢啊，非常专业的一款鼠标吧啊，这个公认的十多年的这个玩 FPS 游戏啊。好，这里经常就要发生了啊，你们看到一个闪弯啊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神手枪啊？哇，那个皮好夸张啊！夸张！我超神了！哇，这杀了五个了！啊，队友开始说了啊，超神了，夸张了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啊，我不是挂啊，他们意思就是挂啊啊。我说运气好啊，确实是运气好。你说吧，我一个白过去啊，还把自己闪到了，然后刚好把那三个人闪到了，也就是，然后手稳了一点啊，这个鼠标稳了一点，然后就点到了头了啊。然后我用的这整个一套就是这个 L1.1 鼠标，然后那个键盘是个黑胶 A10， 然后耳机是个 G938 啊，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发现现在这个录声音啊也是比较清晰的啊，非常的棒。啊，这个耳机的音质也是非常棒啊，然后价格也很亲民啊，反正有兴趣或者有需要的啊，或者是想给自己换一套的啊，都可以来瞧一瞧啊。好啊，看我这里啊，又开始二逼了，有没有啊？哎呀，老是喜欢给放水啊，本来是想进去摸菊花的，这个结果呢，这个害了自己哈。好啊，这个视频也是到最后了啊。然后这个外设店、零食店，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。这个零食店应该直接戳视频下方这个链接，就是可以过去的啊。啊，好，我这个直接顶到前面来，好，跳上去啊，有没有啊？慢点儿。哎，这个人是个死人啊，但不对啊，又不是死的啊，好吧啊。
然后这个家伙飞虎队啊、这个也有点傻，这个刀锋啊，啊，然后这边就傻不拉几的、在这边给他们给点死了，他们也是啊比较二啊，比较二。好，这是队友报 B 点有人啊，我也是赶紧跑过去啊，好像是没有抢到啊，好像没有抢到。好了啊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的视频啊，不管是节目视频还是第一视角啊，都希望。